今天带我的妈咪一起去理发。去了这间理发店内，是我的以前中学的同学开的理发店。他理发店呢，其实就是在巴生家埔路这一带，就是这一间 A Plus B Hair Studio， 楼下是他爸爸的药材店。很美的设计哦。Break down the awkwardness. Hello. Million words, but how to express what I'm feeling when I see you. Hi, Alice 吗？Hey, 她就是本店的专业理发师 Alice Boone 文小薇。在等待的同时，先带大家逛一逛这间 salon 吧。非常喜欢它的设计，每一个角落都很用心布置，以木材和巧克力作为整间店的主要设计，给人一种很亲切、很温暖、很大自然的感觉。就连厕所也特别装修，干干净净的，非常舒服。Alice 是我中学的朋友，不算太熟，但却是影响我很大的人物。我看，就连他也不晓得吧？是他借给我一堆钢琴流行歌谱，让我开始学习弹奏流行曲子，也教会我唱歌怎么合音的朋友，所以啊，真的很感谢他。如果想喝凉茶，不妨去楼下的药材店逛一逛。文太太，对，就是 Alice 的妈妈，自制了各种各样的凉茶。这就是其中主打的将军凉茶，还有最畅销的桃胶凉茶。这就是文太太本尊。Hello, Auntie。嗨，她是文小飞 ，Alice 的妹妹。她有一把超有特质的歌声，听过一次，你一定忘不了她。天晓得，既然说你快乐，我快乐，玫瑰花都开了。天晓得，既然说你快乐，我快乐。哇，这种歌声加上这种编曲，绝配呀！拜拜，记得过去捧场哦。